孕呢，你流产怎么办呀？小叶，你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，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满嘴瞎话你。桑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叫他来的，就先得审清楚他。你根本就没有去维嘉公司面试，为什么撒谎说去了？就为这事儿你们打成这样，你们管得着吗？我撒一百个、一千个、一万个谎，碍了你们什么事儿啊？你就一肚子都是花花肠子，你就在算计我们，但是你算错人了。行了，咱就不理他，走。我不走。桑叶，你说也是，他们叫你来你就来呀、啊！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让你先躲他们两天。我没做亏心事，凭什么要躲到他们？这年头，做过亏心事的人大摇大摆的满街走着，理直气壮的赚着钱，凭什么我要偷偷摸摸的躲起来？行行，别生气了，咱们上屋里聊会儿哈。来，坐坐。我没时间，我要回老家了。长途汽车票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过来也正是给你们道个别。哎。你到底是憋着什么坏心眼啊？怎么说走就走，走得这么突然？家里打电话叫我回去，我也不想在这边待了，省得让人把我看成眼中钉。康兰姐，就冲你刚才那一句话，我还是念你是个好人，日后想起你的时候，我还会念你几声好。雨水，林彪一直骂我留在你身边是为了勾搭你，那我就当着大伙的面说上几句心里话。你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男人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因为你不够资格，你不配，我看不上你。哎，桑叶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别拉我。让他走。离开林海，会不会和当年那件事情有关？我该怎么办？我得行动。再睡一会儿。你醒了。想什么呢？想卖房的事儿。小程和妙妙他们今天就去中介公司挂牌了，要顺利的话，估计五六天就能卖出去吧。
哎，你那天去维嘉公司的时候，不是看见桑叶了吗？也许转天他没被录取啊，他不想在咱们家住下去了，怕给咱们惹麻烦，借这个茬就离开了。你说，他是真因为家里有事儿，还是因为受不了小程和妙妙的气才离开的？要是真是因为小程和妙妙的话，我这心里挺过意不去的。你当时要是不拉着我，我去追上他问明白就好了。行了行了，走就走吧。他的事以后咱们也别再想了，反正他也是外人。可是他走之前说的那段话，让我觉得心里特别别扭。他说什么，以后要是想起咱们的话，会多念叨我一点好，说我是好人，说你什么不配了，不够资格了，看不上你了。哎，这话吧，怎么听都觉得别扭，好像跟咱们有多大仇似的。跟咱们。说，咱们也没得罪他呀，他对咱们的态度怎么变得那么快呀？还那么难以琢磨。